TNT Rich Rich Boom Boom Tui。我们看每个人都背着包，但是人呢？看不见了，没找到。有了我，你会不会心痛？还是什么都已成了空？我觉得就直接清零吧，我觉得要从头再来。亚轩，你记得自己的金额吗？我记得呀。我们好像是，好像是比咱们这儿多一点。那就是金主另外再给他的三个金。哦，厉害！哇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圈子里面不会再有新的蹦出现了。那谁呀？我们有个游戏叫对对蹦。哇！这些蹦游戏规则：成员将手中的蹦蹦倒扣，每次摸一张接龙，如遇到有两张相同的蹦蹦，出这张蹦蹦的成员可以赢得这两张相同蹦蹦中的所有蹦蹦。没听懂的可自行搜索接主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一样的是吧？就一样的语法是吧？哦，哇！哦，我最喜欢玩这种游戏。想哦，零就完了。哇，那碰到零，那不就赢了吗？今天我们就得赢，想那一张啊！我好恐怖呀！啊，太恐怖了！等一下，是翻到那个人的才能去薅，还是就是前面有个二，然后如果你再翻穿一张二，二对的二，中间哪一个？是你的二。这样接着就等于是前面是去抢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可能我，然后他翻到张我，我就直接先收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你的？是你手抬，你先翻。我，然后你来吧，来吧。七是七是你的，这四也是我的。公四哪有四？没办法，这个好难接啊！我有四十。为了赢得蹦蹦 King 的光荣，我将以真正的体育精神对待本次对对蹦比赛，遵守纪律，绝不作弊，不换牌，不藏牌，遵守对手，赛出水平，赛出风格，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本次对对蹦比赛。宣誓人：刘耀文、严浩翔。来吧，来吧。哇！石头剪刀布，你就开始啊！看那边，好吧，我有点害怕。哇！八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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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我这是六，这六，继续放着，吓到我了。四四四。强哥，到我了，四，这个来的快，九，哇，让我吧，哇，四，这个是现在鱼鳞都无所谓的，八，六，五，二，四，三，一，哇，哇，啊，九，八，哎呀，八，九，哇，这个，一，四，八，三。哎，完了，我还要放一张，你咋又输？跌下去！哎，对嘛，我真的妈呀！欢迎你，但我没证据。一，天哪，我埋的快去那啥了。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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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 are lying, tell you the truth. Sometimes we live and this life. Wow! Wow! 收拾一下，好，收拾。
有啥洗的？强哥，我一直都抄的零。我一直都把东西拿出去，我都没抓过。我也没东西了。我希望从现在开始，大家可以一直摸，一直就在他们那边摸就好。我觉得这么不亏的。然后我就，为什么是我？好烦啊！哇，他这波绝对比他脏多了。哇，羡慕。什么？是哇！你这个怎么回事？一生都生底。三五啊！我跟你们后扑第一打来，你这个二手怎么刚刚要？刚刚本来我要扑的，还要。你先走。没事，只要有人连上零，我就无敌了。怎么回事？三，咋了呢？那就要淘汰了。再注意一下，六。你没有了，你是七，七，六，没马哥没了，马哥这么渣，对，小马哥没了啊，小马哥没了，小马哥会有些体验感，率先出击，我也要没了，我懂了，原来之前拿的不一定要多，一定要拿的杂零，我没了，我出局。Lonely, I'm a stranger. 哇！一个机会，寂寞的我，一个机会，好吗？寂寞的我，寂寞的我。我天呀！我天哪，这能玩完的吗？算了吧，就这样吧，我再玩我就没了。就这样吧，来吧，比金额，谁赢谁就是崩 king 好吗？洗了吗？直接就看金额了。不用了，二就是崩 king 好吗？30, 40, 50，1030，1060，1070，10007，10007，他身上10007。脸上笑嘻嘻，脸上笑嘻嘻，心不知道在想些啥，心里乐。这节目组的钱吗？我天，我想象不到。他们这个节目组给这么多钱，我第一次见这么好的节目。来，大家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来。挣了八百了，已经。个人专属的道具给你。哇哦，这个哇，是不是底白闪闪发光？迪拜土豪，闪闪发光，这不是那种土豪穿的衣服吗？闪闪发光。我们所以说我们去干嘛呀？拿着这个钱，超市，可以去游乐园。游乐园，游乐园。你们去游乐园的话，不就是我啥都不能做，然后谁告诉你的？看展，逛博物院，逛博物馆。没有，我会拉你上去的。逛博物馆，什么东西啊？就每项大概花费多少？游乐园3000吧，2000，游乐园3000其实多了，2000也多了。还有吃饭呢，对，吃饭也就3-400，我们吃便宜点也就2-300。你怎么可能吃便宜点？有钱还吃在里面？你怎么可能吃便宜点？我们要把钱用在玩的上面，或者咱可以找家好点的餐厅吃饭。走吧，吃巴菲盛宴。听你的，游乐园钱你们可得多留一点。3000吧，为啥？除了你们，还有摄像跟保镖。什么个什么保镖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节目组？我是不是想去？啊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擦掉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游乐园。没多少人，没多少人。多少人？多少人？我上次听到。三亚服装、化妆，剩下保镖。27，二十七，什么？27也是5600啊。
5400，你光门票钱就5400。你们这个一万就是拿去给你们当游乐园门票的吧？多少钱一个？199。27的19，什么意思？199一个，差不多要花6000块钱一个人。对啊，6000多。你想想，27个人，200块钱的门票，200块一个人。对啊。对啊。难道不是应该节目组的人都是那不去游乐园？自费的。那我们不去游乐园。啊，不去游乐园。不，你要减多少？先先说。那你最多能出多少？2500。我们最多出3000。3000，我来听。最多出1000。1000，我们自己都能出，还不行。1500。原价6000。原价6000。原价。那是你们的价格太多了。2000，我们就七个人。2000怎么样？我们这七个人。他们20个人。2000不亏的。吓到了我。2000完全不亏。大不了我们只出2000，我们自己弄。再吃个七个。吃吃喝喝用。最多就好。2500，2400怎么样？2400封顶了，2400，我跟你说，玩不去了。好，两千四，两千四，两千四百五，降低了，2450，两千四听起来吉利点，怎么样？好，2400 ，OK。我是陆宗义，花钱花钱。哎，我买个那个，我买个 PS4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投到那个电视上面去那个样子。PS4怎么样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买个篮球，篮球。哎。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个电影啊，什么音乐剧啊，什么啥啥什么的东西。那不好拍啊！天哪，又要算他们钱。电影，如果你把电影拍下来，是不是就算？我们盗版、枪战版、枪版，我们或者枪版、枪战版。不用啊，后期被 BGM 去拍我们的电影。那你就只有这一个镜头？我可以丰富一点。哇哦！那吃火锅是吗？吃火锅吃2000，吃虾滑点十份。你现在为什么点十份虾滑呀？你为什么要点十份虾滑呀？超市肯定用不了1000，我告诉你。能用，买回来囤着吃啊，跟松鼠过冬一样。其实咱们还可以出去玩什么卡丁车啊啥的。哎，可以。卡车。20 minutes later。那我们这些部门是没用了呀？我们这些部门没用了。为啥呀？那刚刚直接我们说主动投降给赫尔不就完了？对呀，对呀，你们一定要强，你们没有这政治觉悟啊！对呀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就政治觉悟强能不？我们应该先要谢谢节目组。这期节目是节目组宣告播上我们最真诚的礼物。对对对，3321，谢谢节目组。哎，我们再最后那个吧。好 ，TNT Rich Rich 蹦蹦来吧。不会了，你到。TNT Rich Rich 蹦蹦 ，Go。Several days later。终于来到了游乐园，真开心呐！我天啊，赫尔真惨，赫尔真惨，还不敢玩游乐，花钱遭罪，好多南瓜，对，是万圣节，不给糖就捣蛋。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吃到一些就是万圣节？半个需要糖，需要糖装饰自己的家里，把自己房间打扫的。9:88，9:88，我人我。别动吧，张军。78招，八戒，再点点来一次。我再点点吧。5局3胜。二。五三胜了。6局4胜。我要二。我是土豪，能不能听我说话？我要啊！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9:88。我就一颗吗？我是3.5。3.5是不是被别人咬了一般的？我是3.5。四级啊！我也不放糖呢，我有点怕。我很讨厌这种未知的东西。平底锅，我天，小明小黄人，猪猪侠那个，他那个是。等一下，你先拿。Hello, it's me。你是不是不想吃啊？猪猪侠没了，猪猪侠，我这是我。猪猪侠，这怎么办？不是坐过山车时候拿手里捧着是吗？我天呀，等会打到后面的人怎么办？我这个好重啊！对啊，这为什么这么重？有点粘牙。你还吃了？没有啊。
无实物表演。就我们大家有一个任务，就是今天在这个游乐园要吃光这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要吃光吗？吃，是不是要吃光这个？吃光长20斤，这个。咋了？掉了。哦，他这是里面小，他这个还好，你是最大的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这不骗人吗？太过分了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哇，这是整个棒棒糖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是一个大整啊！这不是在玩吗？我天，看着是像骗人的吗？吃完啊，货真价实，就这么。你可以让他挥发，我告诉你，真是吃完啊！打枪打，我已经吃完了呀，他喝完了，我真吃完了，刚刚还挺好吃，我还想再来一个。我也想再来一个，给你啊，给你、啊。我开玩笑，好惨啊，马哥。哎，都别惹我啊！这白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！喂喂喂！哎呦，五桶山谷，我们现在要去鬼屋了，我的天！不要啊！这种地方我们就应该天天来，我们就应该昨天下午就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那你拿个绳子玩，我不想。是你自己的啊！挣的东西能还回来吗？以前有句话叫"兄弟不能还，还得要给钱"。不用你了，我来吧。我来还是你？送。Hello, it's me. 对吧？故意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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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故意的，这绝对是故意的。没办法，你这个摔不出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哎，我要跟小猫个 battle。什么？那个一摔，你这个就烂了。那个太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手都麻了，我操！是啊，这到底多贵啊？是啊。鬼屋，我啥都想做。大摆锤，大摆锤，真的，大摆锤，大摆锤，大摆锤，我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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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摆锤，大摆锤，大摆锤，我今天我问他，他说什么不吃？我不吃大摆锤。加州最大的大白象，就是让他接。坐。不是，不要气我的啊！有啥不敢的？对，有啥不敢的？埋怨。我只是想。啊！哈哈哈！我怎么了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天，你认真的吗？谁跟我坐一起？今天我保他。结果上去了，结果谁还知道谁保谁呢？我不怕的，苹果坐一起，我今天吓死他。你快吃啊！颤抖的手，一般都是玩。快喝！来吧，来吧，我多吃点。我先舔一舔，我怕舌头都会烂。我给你喝醉。这不是我们想来的吗？但是不是我们想做的。我们想。对呀，我们想来，我们自己决定。钱是我出的，为什么不能我来定做什么？对呀，赫尔定，我们同意了。我是金主。旋转木马，你想去吗？他想安排他做十次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太高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同意不去的举手。我不去。别人说了就做做那家庭，我不去了。我上去，我今天就。啊！那么高，真的太高了。就冲这个坡，就冲这个坡，我就不去了。这绝对有50米了吧？我天，这个70多，我知道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杨然不是要去吗？不，这个这么高，到时候远处也看看还好，你知道吗？杨然不是要吗？我的就冲这个坡，我就不想去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啊！啊，就这么点东西、啊，这第一盘，快点，就这样吗？啊，你确定吗？啊啊！A few moments later. 这太松了吧？这能不能停一下？加油，加油！三段好帅，三段好帅，三段好帅！三段好帅，三段好帅！三段好帅，三段好帅！啊！这只是你姐吗？啊！我今天我真不想去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。
喂啊，什么什么喂，他会在那停着，知道吗？现在大家可以了，是吗？啊，我求你了，爸爸，我求你了，哎呀，我去。Much, much later. 歌可以慢一点吗？啊啊！我好怕那个高度啊！来，张元牵着我。来，感觉人抓住我。啊！你小心点啊！啊！我天呀！我看到。加油！要安检吗？我天呀！丽儿，他是我，我怕。啊！我醉了。我只是怕吗？解开吧，解开吧，我。开吧。我只是怕你一遍。我坐一下，知道你的标准是哪里。走。等一下，我也想上厕啊！不，我突然想上大的。没了就没了，这么爽呢？再来两下吗？还好，真的完全没感觉，就没什么感觉。我就都哭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就情不自禁的哭了，真的没感觉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非常好玩吗？不是非常用力的那种。对对对。啊，我肌肉酸了。第一个那个是正版的，那边我以为掉下去了。没有，我都没有使用感，不是特别同情人的想法，主要是未知感，这种未知感让我觉得这样的，这种未知感让我很想发泄一下。我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快快！真没感觉，是学成这样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个，就是进这个地方，我就是永远都是这一个状态。我要坐跳楼机，跳楼机走起。因为我坐过了，我没那感觉。它是很快上去，慢慢下来，还是很慢上去，跳下去哦。啊！走起！哎，我要你爹陪我，慢慢上去。哎呀，那爹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不想他们了，快上去。我说你除了跳楼机，别的都可以。像我这种感觉。哎呀！吓死我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说那个假如不恐怖，还没感觉没有重庆那个恐怖。三下。哇！他是要来什么？有厕所吗？不是真的没了。一二三，三点。六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到齐，好，来了。什么呀？我不想去了。这也要快速下来呀、啊。
much much later. 他往下我还以为。哼。要是下来哭了怎么办？那就完蛋了。看不到。啊哈哈，好怕啊！好吓人，开始慌了，这个很吓人。我每次都是坐上去之后开始慌了。Meanwhile， 在里面就完全不会。吓了，我不动了，我不动，我不想动了，我真的不想动。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，姐你们？没事儿。真没事假没事啊，真没事，信你了啊，上去别搞这种啊，我天，救命啊。 Meanwhile， 最恐怖的就是其实应该是上去一点点然后打的那几秒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的。各位高空，祝各位高空旅途愉快。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我睁开眼了。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计时，三。啊！哇！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就是不敢上，怎么样？我就是不敢，我进游乐园啥都没有做过。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。Meanwhile， 开开开，这个不吓人，这个不吓人，就没了，没了，真的就那一下，小猫哥，真的就那一下，就没了，就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会摁一下，然后等会发一下铁片。好，小球劲儿啊！好，输了啊！You are my destiny. Could I? You are my destiny. Could I? A few moments later. 这是家庭个人车吗？是不是？不是我。宋亚轩，他敢坐那个家庭个人车，我就上。好，我们也算个个人车了。